我跟你讲啦，我感觉这件代志啊，怕唔甲江德兴是有关系啊。真简单啦，因为蝴蝶是江德兴叫的顶头的人，而且伊嘛真有可能为了一挂好处，就听江德兴的命令啊，去陷害吴新泰。目的就是要甲武生集团的名声不好臭。然后报顶回啊，日月星当属会顶员江德兴就落去迄条鸟屎仔湾啊。爸，我是认同你的讲法啦。啊，我就算蝴蝶是江德兴。才来陷害信泰的，伊袂讲假，连家己命拢袂惨了，而且伊阁有心呢，伊哪有可能无顾伊巴肚内囡仔性命？嘛唔对，你的分析嘛真正有影的，所以这个命案啊，有真侪疑点。爸，引过来，来见家会啊。阿公，吴小姐，多谢您过来。家己人啊，无所讲多谢。对啦，亚杰今麦情绪安怎？伊的情绪当然无啥好啊。今天陪伊去找律师啊，参详要安怎，甲阮爸交报出来。阮才有拄伊，警察就出来尔。咦，哪会有其他什么进一步的消息啊？阮爸哦，是有较清醒一寡啦。伊嘛坚持蝴蝶死甲伊无关系。伊根本唔知影是安怎会甲蝴蝶伫个饭店房间内底，啊！不过警方哦，伫现场发现一张阮爸给蝴蝶200万支票，佮有一张囡仔的超音波照片，顶面佮写“信泰爸爸甲蝴蝶妈妈爱你”。啊，迄个时阵，阮爸无法度解释一切过程，都警察抓走，扣开啊。别想想那多，也不能失职。咱一步一步来啦，把所有疑点理由清楚，把排除掉。我相信，绝对会向恁爸爸清白的。爸离开公司的过程嘛真正常啊。咦，你看清楚，为恁爸今日停车场到伊车离开的时间，够准唔对？监视器的画面，真正有人打我卡手的，有三分钟的画面，互人删掉啊。这一定有关系到阮爸有人掠走的过程，真正不可恶的，确定对的啦。虽然讲咱即马无找到证据啊，啊，不过这监视器的画面拢删掉，就表示讲绝对有问题。把这画面提起给律师啊，请律师替恁爸清楚交保，咱再继续调查。你要相信，咱两爸爸嘛有帮，咱绝对用个找到线索，替恁爸澄清的。好。哎呀，你别救我啦！啊，你不是讲我是让你小媳妇唔食惊啊？啊，我规个死死，大家有较快活啊？啊，放手啦！杜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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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杜军！啊，你从啥救我啦？你真正好鸡掰呢！我拢应该替我爸讲好，要去找伊啊！伊即摆一定是咧笑我是咧臭死啦！哦。你俩真正跳了，你真失败了。妈为了你，已经烦恼到安尼啊！你搁在面头前，要死要活，你还做敢着？啊，你是好阿伯啊！快乖哦！啊，这查这老毛病，是不是专门来这破坏秀的？啊！无紧啊，你就做你笑啦。不一定啊，我陈东俊呢，就是威风三重，才会无好卖啊。啊！拄好着阴阳爸拄好来就餐吗？我唔忙，才来过来囡仔都来补去。对啊，都是我的报应啦。阿廖，你都卖管我，
我自生自灭，好。你莫遐命啦，不到可能帮你自生自灭。妈知你心肝足痛的，啊，不过你还佮有我，佮有恁爸，佮有恁小弟，我大家拢无可能会放弃你。哎呀！妈，什么希望拢无呢？我老踮在世界上只是白了米的啦。陈同志，这个代志敢是定局啊？蝴蝶是够真个疑点，而且你敢确定，你搬到内面囡仔不是你的？蝴蝶母仔囝王王氏，你敢要替伊查出真相？你敢要替伊讨回公道？你这么讲这话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要替你母亲来脱罪？啊！是讲你是专工来遮提醒我，我做何故？我拢用七目睭看到，敢会是假？你敢有想过，凡说这是一个局啊？这是我的报应。夜天嘛，我嘛了真着。我从来都唔捌好好珍惜身躯边爱我的，一直落来等到失去了后才知影后悔。莫怪蝴蝶对我切心，伊都甘愿啦，家己母性太高高低。万万一真心跟我做伙啦！我不信，迄天我看你跟蝴蝶，恁两个人争到不止，妈搁连想我来，偷偷来接我哩。迄拢是假，我倒一杯咸鱼无，蝴蝶搁送我一顶骨壳，我已经有骨壳顶个死死，永远拢无得翻身啊啦！所以哦，你都别搁管我啊！但是我这款人，老踮在世界上，你也惨了吧？我不如来去试试好了啦！大哥，董轩，你来有天妈咪头前讲一句话，妈以前带你回头，但是会当改过自新。我一直在等我那个上乖上友好上大心的家回来，我的身躯边你敢真正你先帮妈妈一个啦，你不要妈是我的家心的。哎，别再骗我啦，你不是做对我贴心对我做梦啊？要不你也不让我看出去等着，让我听在外面咱四个老命拢无人对我遵守，既然安尼，我就卖阁贪了吧，安尼不是较规矩？陈同志，讲叫是两位。对啊，你讲到重点啊啦，我不是人，我就是一个无人爱的废物。兄弟啦，我已经无救啊啦，请你帮我耍好吧，别个逼我做一个好事也是好人啊！哈哈哈！老弟，别客气，你慢走。陈东俊。你真正甘愿一世人做一个失败者？你是我陈忠诚的后生，你就已经注定这世人无可能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。你哪会好意思对我讲这话啊？哎，我为一个人人尊敬的谢东俊教授啦。今嘛煞变成一个歪歌词串，互人配翻配乱的陈东俊，我的人生路会行到今嘛这个坎子，何毛对我这样尔切心？这一切拢是你定的呢啊！别想要打我，别想要打我，哎，为着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在地方拼都放弃的人了呢，哎，就算我在跟我打死哦，也无得改变我的命运啊。兵兄，
你免惊，我袂歹。我承认，你人生的走进去，我要负上大责任。当初是我给你下去，我梦想想要改造单纯的你，才会害你对金钱甲权势来痴迷，你就是一个小贪，是你自我的人。后来我一定想要弥补你，毕竟我唔捌放弃过。就算你当初走投无路，爸爸甘愿冒险送你坐桶仔出去。就算你后来为着祖父你放手，爸爸胃也胃顶破落去，我嘛认为那是我的错。那拢是因为你是我的后生，我想放下你。我感觉亏欠上济后生。你今日讲的白话话，那你听起来敢是真的？爸爸讲拢是真心的，我甲一句是假。王英啊，爸爸骂你的时阵，你用动作真实的。我现在跟你讲真心话，你顶多不相信。咱讲到这个行啊。咸鱼啊，大部分是用什么鱼去拍的？乌鸦鱼。只要你知影唔对，我已改过。你乌鸦鱼治罪，你哪有可能讲无材料翻身？就算别人无愿意相信，因为你做袂到。啊，不过我甲你妈妈佮你小弟，绝对相信你做袂到。因为李勇是我跟你妈妈心目中上优秀的后生，我跟你妈妈的婚，你跟我同款，有坚强认输的个性。而且拄只小雨有讲，你敢无想要为你的查某啊，佮有你的囡仔，替因查出真相，给因一个交代，给因在天之灵得到安慰。所以今麦先冷静来，对爸干妈，等下。东君，妈，奶奶哥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咱一家人做伙面对。妈，一家人。对，一家人。